那你是喜欢深圳来深圳的吗？我是疫情回来的。那你想要在国外干嘛？就我之前自己也创业什么的。做什么？妇女权益，创了 NGO。哇，那你还蛮吧，就怎么说呢？尊重女性，就是之类的吧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从小身边的男生朋友真的比女生朋友要少很多。就是你是能感受到女生的感受，然后后来呢？后来就凉了呗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了。对。对，我想起来你是英语，也之前也英语专业。我发现学英语的人呢，都比较感性一点。我还挺理性的吧，我还是很摩羯的，我觉得。啊，摩羯是摩羯座。他俩聊得很开心，很舒服。我觉得好像2020年大家都不是过得很好。我觉得我做自媒体，我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。要敞开心扉了吗？大家真的很羡慕这个行业，好像你出去干嘛，包括你自己平时用的化妆品，你用的什么？被困过，被困在上面。为什么？滑雪，然后挑战了一个最高难度的，结果暴风雪了。就是2020年的事情，我差点死掉。后来跟我朋友就是3个小时在雪地里面手脚并用的爬到一个小的救生站里面，然后进去。躲起来躲了一下风雪，然后才躲。所以我真的是人生顿悟。所以你最后时刻想了什么？我想了山下的拉面，我想了吃的，就是一日三餐。我觉得Simon要的很简单。在过去之后的当天晚上，你会非常开心，你会觉得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。就是我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。这个体验特别好，虽然也不是说对鼓励，就是不能频繁尝试，所以也就庆幸有那个事情。然后我其实后来很多就想通了，对啊，少很多烦恼，就平静。原来平静是这么来的、哦、对啊。但我现在还是蛮怕的，不是很敢再去那个环境。天，结果我一说就说到你不敢去的地方，我天！那换一个雷区，那我们就海边吧。海边吗？海是哪种啊？是那种萧瑟的海，是阳光的海？所以你喜欢萧瑟的海吗？就英国那种海边的曼彻斯特那种海。我电影里见过，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在我脑子里没有萧瑟的海。我就喜欢阳光。好，对，记住了。